因为他们有给我餐券嘛，我然后我最后 deadline 是今天，我就赶快哎今天刚好吃掉，就吃，都测试过。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挑东西眼光太差了，所以我就尽量不要买。那你吃你都什么哪一国料理都有？各式。是哦。每天看心情吃。是哦。小曹有没有美食？他不吃。不吃美食。你看他这么瘦，就知道他不吃。他不吃东西的。我吗？我什么都吃，我没有特别喜欢吃。你现在几岁？24。羡慕，代谢都最好的时候，对不对？对啊，你猜我几岁？伤感情。反正现场都听得到，无所谓。我猜吗？嗯，28。各位观众们，你真的很会拍马屁耶！各位观众们，你们听到没有？就是今天有曹佑宁先生见证，本人28岁。好了，不跟大家讲这个开玩笑，大家已经看到我们这个荧幕前面有两位新生代的天王天后就坐在我的旁边，是不是？全场要掌声，热烈掌声一下，欢迎瑶瑶，还有我们的曹佑宁小曹。我跟大家讲哦，今天真的很特别，因为现场来了好多人哦，就是看起来。各位是瑶瑶还是小曹的粉丝啊？都是哦，是老师的粉丝。哦，太好了，我至少有一个，是不是？好啦，我跟大家讲，就是说今天很荣幸啊，这个又见为时尚，我们这一次的大嘉宾呢，就是瑶瑶跟这个小曹。然后我们的场地这么漂亮，因为为了两位啊，我们特别来到了 S Hotel。S Hotel 就在台湾，因为我们这个直播是两地都看得到嘛，台湾内地都看得到。那台湾就是由这个大 S 汪小菲啊，他们的这个 Hotel 是很棒的一个，我觉得算是精品旅店哦。那觉得很荣幸是这一间的录影现场啊，是整间只有一间房间的，叫做卓越套房，所以它是由这个法国顶级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个风格不知道跟两位居家风格有没有类似，还是你们是？喜欢别种感觉，我喜欢这种，就是你喜欢这种简单以简约风，然后以白色为主。小曹呢？我也是，越简单越好，我觉得越简单越舒服。还是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你的眼神有点迷蒙，会是哪里？你好容易被看穿哦。对啊，是哈、哦。怎么一下就被看穿了？好啦，我知道两位来一定就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啊，就是我知道你们两位。新戏即将上档，对，叫做《人际关系事务所》，是不是？大家再一次掌声一下啊！好期待哦，因为这两位组合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是不是？刚刚结束记者会嘛？对，我们今天其实发布会、发布会，对，早上的时候，然后新戏的话会在6月13号开始，然后每周三、周四晚上10点15分会在爱奇艺的台湾站播出，就其实就下个礼拜了。就是下礼拜三哦，对，所以大家赶快锁定哦。那当然，一定很多粉丝忍不住想要问说，剧透一下，有没有什么大概？因为我稍微网络上查了一下，瑶瑶是饰演一个，对，就是拜金，是不是？对，有点拜金的。然后小曹饰演的是一个黑道的小弟。这个是怎么回事？两位会有什么交集吗？能透露一下吗？大家一定期待这个吗？其实整个故事主轴都是因为小曹在里面的角色张亮开始的。哦，对，就是我们人际关系事务所就是他来创造的，然后才会有这部戏，对，才会有这些剧情这样子。是是是。然后我比较是问题制造者，麻烦制造者。对，我们俩其实是冤家的关系。一开始是冤家，那能透露后面会怎样吗？还是冤家，持续到最后。真的假的？所以我们今天题目就有点设定错误了，因为我们今天为时尚请到两位来啊，那当然，大家一定常常在一些时尚杂志，还有这个红毯啊，这个重要的颁奖典礼之类的，看到瑶瑶非常漂亮的这种。像好莱坞巨星一样的华服，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跟着另一半的时尚走。那当然我要这个主题之前还是要告诉大家，今天看我们为时尚的朋友们呢，有机会可以拿到大奖。那拿到大奖有哪些呢？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哦，不用跪了，起来就可以。第一个啊，这个就是如果你们喜欢、我们戏里面的周边商品，就是哇，很可爱。对，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实用。然后现在大家就追求环保嘛，就尽量不要用塑胶袋。对对，然后就是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哦、五个，对不对？五个吗？五个吗？五个送五个，好棒！我觉得这很棒，因为就是现在都环保，我们
最近不是说那个连吸管都要开始用再生的，对对对，环保的，所以很不错，非常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呢，当然还有一些我觉得很厉害的，比方说，哎，这个可以瑶瑶或小曹帮我拿一下，这个是一个台湾的这个设计师品牌啊，他们所推出的手绘印花的，我手上这个是护照夹哦，它大概要5000多块钱，对不对？你看。精品来着，然后小曹手上的这个卡夹大概也要多少？2800哦，光是这样子就值回票价哦。你看一个，看一个维持上还可以直接拿5000多，然后还有什么？哦，这个厉害了，这个这感觉就是饰品，就是有钻的东西会放在这种日子。对，来，瑶瑶，如果你看到一个男生会这样突然对着你这样，哇，还发光哎，自备的。因为 怕很多人那个重要场合的时候可能都在很阴暗的地方，对不对？他就自备，看得到吗？那个镜头，这个哈，这个是一克拉的这个耳环，大家想不想要？想要。这个也是它是来自美国的这个品牌哦，它是专门做这个钻石的，也就是说它是用高科技的方法做出的顶级锆石。所以对有些女生来讲，她可能在投资上没有办法有那么高的预算啊，她就可以用这个。这个的话，它本身是8星8箭哦，就跟那个钻石最顶级的一样。可是它大概多少钱？啊，它快6000。6000，哎，也是不错。就等于说，你如果到国外啊旅行啊，然后突然要参加重要的场合的事情，可是你没有办法有那么贵的预算的，你就可以用。然后我们不止这个，还有送这个，同样一个。来，这个换小曹，你对瑶瑶来一次，来演一下。这感觉像魔术师啊！哎，你看，拉碴，那个项链都歪掉了。瑶瑶，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看到小曹这样打开来的那一瞬间，就是他真的很不会。有一点哦，这一款呢也是同一个品牌的，它大概价值多少？这个十字架项链4000，哇，也是很厉害，都不便宜。对啊，还有哎，还有什么？哦。这个我喜欢，小香水，这种国外出国携带很方便。对 ，Chloe 的小香水，这个是一个是玫瑰之星，是不是？玫瑰款。对。然后呢，这个都是要1000多块钱哦。对。哦，这是正货。嗯。你们会用香水吗？会。他蛮常。我觉得你怎么今天来一直放空的？没有，因为小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个性的人，哦哦、所以你很、哦、对看人很准。就是一直都这样，那所以他在工作现场也是这样吗？对，我们都要帮他，就是有时候需要叫一下他的名字，让他回神一下。OK， 好了，那让你回神一下，还有这个，来，小曹，这是什么？这个吗？这是旅行组保养组，这你很需要啊，男生的亚男士的旅行组。嗯，这上面有啊，我跟你解释好了。这上面有刮胡霜啊，有这个洗面乳，有这个沐浴乳啊，一套。这个旅行组也是快一千哈，这个要送3套。那以上这些，你看那么棒的赠品，你要得到，很简单。如果你是看台湾的这个脸书粉丝团的朋友们呢，你就是按赞、留言、分享，然后我们就可以从里面选出。就是留言最棒的，那你要怎么留言有机会？很简单嘛，你就是一直称赞瑶瑶就对了嘛，或者一直称赞小曹就对了啊。我们就从里面选。那另外，当然，如果你是在内地的朋友呢，看我们新浪微博的这个新娱乐的账号，你就是用 #话题词又见微时尚就可以了啊。所以大家赶快趁现在一直留言，除了你要问瑶瑶跟小曹的事情，也要记得哦，称赞他们两位好吗？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今天是这个跟着另一半的时尚走，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什么叫跟着另外一半时尚？就是男生女生有时候出来，一定是会看哎对方穿什么，比方说男朋友，尤其男生搭配一下，男生可能会比较看女生穿什么嘛，对不对？然后再，是吗？不一定，我知道你一定不一定的，我觉得你永远不会去理人家。好了，我们先聊一聊看看啦，这里有一个图版，我们做出了一个分析哦，维时尚做出了6个女生。在女生之间会喜欢的时尚，哎，我们所有的这个现场的人可以互动一下哦，聊一聊。就是第一个是烟熏妆，第二个是大红唇，第三个是水晶指甲，第四个呢是罗马鞋，第五个花花的印花裙，第六个是现在很夯的，就是复古的妈妈裤，它在这个臀部的地方比较蓬，宽一点，有点宽宽的啊，然后又高腰。来，先问一下，瑶瑶。如果是你，你最喜欢哪一个时尚？
我吗？我蛮喜欢这两个的。哎，我就知道，因为这两个真的是有品味的人就看得懂的。那我相信小曹可能看，哎，我没有想到，你觉得呢？你觉得？我喜欢这个。哦，真的假的？真的，我喜欢女生比较简单一点的哦，高腰，所以她宽高腰宽裤，然后这样子泡泡的，你都 OK 是不是 ？OK OK。那你看不懂的呢？啊，其实我们看不懂那个烟熏妆，男生都看不懂烟熏妆。我们现场有没有男生啊？没有。哎，真的啊，就真的，只有摄影师，还有我，还有小曹，就你们三个耶！天哪，那摄影师你看得懂吗？烟熏妆？哎，怎么只有我看得懂啊？哎，我们请两位先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好了。哦，分享一下直播，对对对对对，你们用手机分享一下，让粉丝。对对对，好啊。那一边分享的时候，一边小曹，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觉得看不懂烟熏妆？应该说我觉得女生越干净越简单越好，所以烟熏妆会让我觉得很像是喝醉酒，喝醉酒吃烤肉被烟熏到，所以它叫烟熏妆啊。就为什么要吃烤肉？所以它叫烟熏妆。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你吃你得罪了两种族群，你知道吗？一种族群是很爱烟熏妆的女性朋友，一种族群呢是正在吃烤肉的女性朋友。OK OK， 好，那另外一个小曹，你如果再看不懂，第二个选是哪一个？我觉得是红唇吧。啊，红唇，大，尤其是这种大红唇，为什么？就感觉特别像麦当劳叔叔。我在麦当劳。所以你说我们那些走红毯的所有的女星都是麦当劳叔叔？等一下，瑶瑶，你要讲一下你自己擦过几次红唇？就其实重要场合，大家一定会嘛。我常常有看到你有时候在那个，对啊，重要场合，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妆感。你知道红唇哦，红唇可以让女生的肤色显白。对啊，而且呢，如果你穿得非常简约又有点中性的时候，她会感觉那种很复古。大家说对不对？对，像玛丽莲梦露这种，是不是？这是多经典，多经典的。现场有很多资深彩妆师。你讲这一句又得罪另外一个族群，就是彩妆师朋友们。OK， 好了，那瑶瑶这边你讲一下你喜欢这两个的原因好了，印花跟这个印花裙吗？妈妈裤是因为它是高腰，然后我个子比较娇小，所以我就喜欢高腰裤，看起来比例就你看，有我今天穿这个，我可以站起来，可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就你知道，看起来就会觉得我的腿很长。哎，真的哎，对不对？我跟你们说，他这样子穿啊，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比我腿看起来比我长一点？对，勾住了。你看，是哈，这样会觉得天哪，我天哪，怎么高腰裤就会觉得我身腿很长，妈妈身材比较好，我这个看起来身材比较好。是哈，对对，小曹嘞，小曹今天穿低腰裤哦，看得出来，是吧？就是自己有长腿就对了。而且我觉得有一些碎花，就女生看起来心情会很好，是有一种度假感。哎，你今天刚好是融入了印花长裙，再加上高腰裤，完全都是。好啦，那再来就是要看反过来咯，反过来看这个女生看不懂男生的时尚。哎，这边哎，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这里面哈有几个很多女生都会看不懂，但我们男生之间都觉得很潮。第一个是雪靴，嗯，好，你看。这个雪靴啊，然后第二个是络腮胡，络腮胡我觉得，哎，大家现场都开始有点头的哈。第三个是这个 legging， 就是在短裤里面加 legging。第四个呢是球衣哦，最近 NBA 的冠军赛嘛，球衣。第五个是吊嘎，第六个是，哎，仔细看哦，袜子，这个是拖鞋袜子，拖鞋加袜子。请问，我们先问这个小曹好了，你自己最喜欢哪个时尚？我喜欢这个。拖鞋加袜子，对，请问各位现场观众有看过小曹这样穿吗？对，他昨天就想穿。可是我觉得他不是为了时尚，对不对？他是因为在家里就方便，是家里下楼 Seven Eleven 这样穿，对不对 ？OK， 所以你会接受这个？我喜欢这个，因为我以前是运动员嘛，所以我很喜欢就是拖鞋配袜子，然后短裤、短 T、帽子，这样就够了。了解，请问拖鞋跟运动员的关系是什么？就因为运动员都要穿钉鞋嘛，然后脚会闷很久，是，然后也穿慢跑鞋什么需要闷很久，所以穿拖鞋出门其实最方便。那你拖鞋可以把袜子脱掉，你脚你穿袜子脚不一定要闷吗？不是，你
你怕那个没有穿袜子会有味道啊？ OK 好吧好吧 好那反问小瑶瑶咯，你们女生看不懂男生的或最不能接受的你觉得是什么？第一个我不太懂为什么袜子要配拖鞋，这是我真的不懂，然后再来 legging 配短裤，我也觉得很奇怪。对，而且 legging 我真的不懂为什么 legging 是哦，现在好多人在很奇怪，这是一个就是除非他就是骑脚踏车这样穿我觉得 OK， 因为骑脚踏车都是这样机能型的。好啦，那 我也跟瑶瑶坦白我这两个都常这样穿没有，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因为哈、哦，我这样穿跟小曹有一点点理由差不多，就是打篮球的时候会这样穿，就是篮球裤嘛，我觉得 OK 啊，否机能这个会这样，或者慢跑的时候但除此之外不一定啦。那球衣你能接受？可以，我觉得我很喜欢男生穿球衣，可是球衣就要有个条件啊，就是他背绑要身材要好，身材要好一点，是不是就会觉得球衣其实蛮性感哦。先分享 OK 哦，好啊，所以两位分享，对，分享的哈、哦，哎，有有有，有吗？有分享的 OK OK 好，然后这个你能接受吗？我没有机，等一下，我你们好好，我们聊我们聊。可见小曹平常很少在上社群。OK， 吊嘎我觉得也要看身材，看身材对不对？但我觉得男生穿吊嘎就是，我喜欢不是比较高大好就大坏，对不对？高磅数一点的材质、哦，厚一点的，对，不然会有一点害羞。也是，然后还有这个不要太细。对，因为有的男生喜欢穿那种很细的哦。我跟你讲，很细的哦，不懂，我就会想象到这边要垫一个烟盒。然后开卡车是不是就有那种感觉？对，就是对，我觉得吊嘎要很看款式跟它的剪裁。是哈、哦，哎，对。现场今天那么多女生，我想问大家，你们最看不懂哪一个、啊？雪靴吊嘎。可雪靴我们平常也会穿啊，男生男生为什么不能穿雪靴？冬天脚很冷呢、欸，脚很短，对啊，脚会变短是不是？对，还有好像吊嘎最多人哈、哦，反应最多人，好吧，我今天也不要再穿吊嘎睡觉，免得我老婆觉得一直看不懂我的。好啦，那今天这两个是那个讲大家的时尚嘛，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当然，两位先转没关系，我可以边转边转边聊，对，因为这边网络跑有点慢，对不起。对对对，那我们要聊之前，当然就是要先看一下两位的今天带来的东西是不是？对，今天带来的哦，我带来没关系，瑶瑶你专心，我帮你拿，没关系，可以。就是我平常比较喜欢那种简单的，就我就是戴一些比较基本的老帽，我很喜欢戴老帽。因为我觉得老帽的款式就是搭配性很高，对。然后这三个是我平常最常戴的啦。而且我发现瑶瑶的这个帽子其实颜色都选得很百搭哎。对。比方说这个粉色，其实夏天的时候女生搭配白色素 T 啊、牛仔裤都 OK 嘛。对。然后这个蓝色，这个我好爱啊。对啊。对。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材质，就是比较有一点点复古的啊、哦。对对对，复古的。斜纹的。这个也是，就是比较是毛巾布的材质，白色的。是就夏天我觉得很好搭配，然后又遮太阳，就是比较不会让脸晒到。然后就是我平常就是也很喜欢这类型的首饰、哦，也是很简约有质感。因为我穿的比较休闲，所以我觉得皮的东西蛮好搭的。它会把那个质感再升华起来。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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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有时候你可能穿一件T 恤很素的，你就戴上去，其实就会觉得蛮有型。然后还有自己身上，我很喜欢戴这种比较细细的 tiny style 的那种，好看呢 ，tiny 细细的这种。那个这两年流行的 choker 你会戴吗？就是一条锁在脖子上，比较不会，除非做造型，对，特殊造型才会。所以我发现瑶瑶的东西其实都是简约、大方。大家说好不好看？好看，好看，真的，女生可以做学习的榜样。对、啊，有人说可以送吗？你自己私底下找瑶瑶，我不管，好的，私底下找跟他讨论。对啦，那小曹嘞？小曹你带什么？我没带什么，我其实就很简单啊，就只是一个手。这个根本是家里水管剪下来的吗？没有、啊，这是什么？镜头看得到吗？简单的一个酷酷的首饰这样，然后戒指这样。那你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穿的行头好了。可以走到外面一点，看到鞋子全身哦，帅！现在应该很多粉丝在尖叫了哈、哦。来做几个 pose 给大家看啊、哦！好腼腆哦。所以你在戏里面不是演那个吗？黑道吗？
哦，其实应该要有一点霸气出来啊。其实他比较用喜剧的方式去呈现，哦，所以会比较搞笑一点，不是那种大家想的那种，是是是哇很凶的那种。哦 ，OK OK OK， 理解理解。所以今天小曹其实穿的很简单啦，就是黑白色系，然后再加上破损的 skinny， 好，再白色球鞋，好啊。这样我们了解两位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了这个跟着另外一半时尚走，现场我们也借了很多的这个厉害的包包啊、墨镜啊。我想先问大家好了，就是刚我跟瑶瑶私底下聊墨镜的部分，瑶瑶说她平常我比较不习惯，没有那么习惯，对不对？那小曹嘞，墨镜倒还好，我以前比较喜欢戴太阳眼镜啊，因为运动的关系。哦，对，所以墨镜哈，墨镜，等一下，墨镜就是太阳眼镜啊，请问一下它的分别是哪里？应该是运动型啊，运动型太阳眼镜。哦，以前哦，就是那种包覆性很好的那种，对不对？哦，我知道接球的时候需要的，是不是？那这里面小曹先选好了，这边是男生的，大家可以看，今天有很多很厉害的，包括这个像。这是德国的 Mikita， 它都是用铂钢做的，很薄的，哦，然后还有圣罗兰，我自己的爱牌 Saint Laurent，哦，今年也出了这种，它也是一体成型，然后有一点那种未来感的。对啊。哦，然后再来哦，这个厉害了，这个是有眉框，然后这一款是大卫贝克汉啊，他在今年就前一阵子哈利王子不是有婚礼嘛，他在婚礼上面戴的这一款，然后再来我自己喜欢这个。圣罗兰也是有一点复古，好像那个圣罗兰大师他以前戴的那种轮廓。你最喜欢哪一个，小曹？我吗？我喜欢这个。你喜欢这个？对。那瑶瑶，你喜欢希望男生戴的话，你会喜欢哪一个？希望男生戴哦。就万一你未来另一半，你觉得你喜欢哪一个？这两个吧。这两个。哎，那跟小曹有中哦。小曹，你戴给瑶瑶看一下。好好。这个我来戴。这两个实用性我觉得蛮高的，是哈，FB 的粉丝在提问说，对，请问曹佑宁早上出门前会花很多时间在穿着打扮上吗？其实我觉得我有障碍，就是出门我应该说我常常穿衣服，就是上面是上面，下面是下面。等一下。就是上下不搭，混搭，谢谢你，混搭，谢谢你翻译啊！我觉得我还好，今天瑶瑶在，我上半身一个 style， 下半身一个 style。上面是上面，难道上面会是下面吗？就是，所以我常常出门需要花很多时间在烦这个事情。对，我懂，就是说你没有连贯思考，对，我没有这个概念。教你一个，你就去买套装，买100件。哎，不错，你就每天穿套装，都已经把你搭配好。可以。好了，说小曹傻傻的，好可爱。你真的久了，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个可爱的事情了。可是我觉得小曹戴这个还不错啦，就当然跟今天的服装没有很契合。可是如果他穿比较雅痞的感觉。大家觉得咧，还是现场都要沉默？帅哈，帅了哈，给男生也要一点信心了哈。那我们这边刚好有那个椅子哦，因为今天来的卓越套房很厉害，这边有那么漂亮，我想让小曹玩一些东西好不好？我帮你挑一件，这个我觉得比较适合你。这很舞台风。对，来，这个就适合你今天的服装，因为你今天服装感觉就还蛮有那个味道的。假设哈，你今天拍时尚杂志，哎呦。可能像什么 FBI 之类的，來來，你要出任务了嗎？小曹，你在这边，你假装这个是时尚杂志好不好？来，这边给你演绎一下，时尚杂志哦。对啊，来三连拍好不好？好哇，椅子可以哇，好哇。你在戏里面也是有当过 model 的啊。哦，对耶，你忘记了，就是，所以我是要戏里的那方式。而且林俊杰教你耶，是来戏里的方式，来椅子可以利用哦。还有人在提醒。椅子可以，我站着吧，站着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好啊，来一，一，这个是购物台的感觉。来二，这个就感觉一般人出游的感觉。好三，这个很像是真的像棒球选手出来看粉丝的感觉。好啦，我们还是一点掌声好不好？德国的粉丝妹 Wendy 说喜欢小曹，超适合他的，真的哈，买给他，Wendy 是不是？Wendy 买给他，
好，喜欢吗？喜欢，喜欢哈。OK， 你可以继续带，是不是？那瑶瑶呢？这边有很多好漂亮的，像今年 Gucci 啊。对，我好喜欢这个。你看这个凤梨，然后这个是今年的秀款，觉得超可爱的。哇，好可爱！哇，哇，好美、哦！这样去海边的。哎、欸，你看。我觉得好适合去海边哦。小曹学一下， yeah. 人家随便一举手一投足，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哎，瑶瑶那边也给你演一下，给我演一下。时尚杂志，来，现在第一个海滩风吗？第一卡是时尚杂志的单元海滩风，哇哦，哇哦。第二个封面人物，封面人物，哇。第三个是。比较、哦、自然系，自然系，太好看了。小曹，你再给你一个机会，瑶瑶，你再换一个，你教小曹。我换这个好了，我换这个。这个我觉得可以。这你觉得可以？他觉得他可以诠释得很好。真的假的？对对对。他刚刚说他觉得他可以。这个是红顶艺人，好，再一个，最后一个，刚刚你是海绵宝宝，随便你啊，海绵宝宝，还有什么、啊、我忘记，海绵宝宝住在你的自然风，自然风，很萌啦，哎，掌声掌声掌声，好棒哦，好棒哦。今年其实就很多这种，哎，这个也很好看。这个我也很想，我觉得科技今年出了很多这种果冻色系的东西，都还蛮可爱的，就很适合夏天。像这个，哎，瑶瑶你可以带着，比方说他今天这个素T 嘛，加这样高腰裤、啊，其实我觉得他在如果出门就很简单的一个小的手拿包这样子一拿，就哇、哦，好有味道哦。小曹，你看，天哪，哇。怎么样？哇、wow. ，你也要啊，你也要啊，你选一个，然后你用这个包，假装跟这个瑶瑶一起出门啊。对，所以你们是一个 couple， 是一个 couple。哦，不错，还不熟。一个眼镜啊，一个眼镜。都可以，都可以。你要哪一个？我换个这个，好不好？ Okay. 这个。是阿姨，还是不错啦，还是有那个味道啦。好啦，我们掌声一下。要去海边，要去海边，再去海边，真的真的。对啊，那瑶瑶手上拿的这个其实是台湾设计师品牌，嗯，然后今年就是有很多，我觉得有几个特色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女生如果今年要包包，一定要这种吉他背带，就是比较宽的，对，它会。有时候你穿素 T， 可是它就是有那种民族风的感觉，会有一点点嬉皮的感觉。然后它正面有很多的这个漂亮的宝石拼接，哦，这个也是我自己其实蛮喜欢的。然后再来男生的部分呢，哎，如果瑶瑶你不有看不懂，你可以吐槽哈。比方说领带，今年因为夏天，男生有时候穿衬衫打领带是蛮辛苦的，可是就会出这种比较有一点点透视感，然后呢，比较轻盈的面料，不同材质，对，那这个呢，也是它是高级定制的男装哦。那像这个小超，你会带领带吗？还有啾啾，你看这个啾啾也很好玩，啾啾很可爱，这好有造型感。你摸摸看它的质感，它很像纸，对，它是纸做的。然后这个是有一点点像塑片做的，很酷哦，很可爱的，戴上去你觉得有点像小宠物。哎，是哎。欸，我觉得它很适合啊，小宠物这个角色。对，其实这个领带呢，是我们一个华人设计师，他现在旅居上海，然后他做的很多领带都是用那种，因为他是学建筑的，所以他都是用建筑的概念去做一些几何的轮廓，哦，一材质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蛮酷的。好，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我当然今天要考大家啦，就是因为是跟着另一半的时尚走嘛，我们给你们两个题目。好，第一个题目是。就是瑶瑶自己先穿了一套，先选了一套衣服。今天这边有那么多漂亮的衣服跟鞋子，然后小曹就是顺着瑶瑶的去搭配另外一套，好，就手上拿起来就可以了，手上拿起来就好了，对，不用穿。对，你要直接现场换，我们也 OK 了。好，那我第一个题目是，请问，如果说今天瑶瑶要参加一个重要的颁奖典礼，要上红毯，哦，要上红毯，对，我们走过来哈，一起。哇，要上红毯，这个对，要上红毯，这边有这么多漂亮的衣服跟鞋子，瑶瑶会选哪一件？
红毯、哦。对，那你是跟着他的哦，跟着另外一个男伴哦。那你到底会成为他真正的男伴呢，还是只是帮他开车子、开车门下车的？就要看你的这个造诣了。哎，瑶瑶会选哪一个？哇，这里面对不起，其实有很多都是我觉得很适合瑶瑶的。红毯这一题真的是蛮困难的耶。或者我们讲就时尚派对也可以，哦，就是比较那种时尚类的活动。哇哦，这件是完全透纱的哦。对。但他没有，那个可以。嗯。就是这几件挑红毯，我可能会挑这个。哦，这个。好，那鞋子呢？鞋子你会挑哪一个？鞋子吗？我帮你啊，脚要帮你拿。没关系，可以。好。鞋子你会挑？其实好像都可以耶。都可以哦。这个好了，黑的好了。哦、有眼光。瑶瑶挑的这一双鞋呢，是来自威尼斯的。手工的品牌哦，它就最有名的是它的鞋底都是钻砂，你看超美的。我到威尼斯的本店看过，那很多女生问我说：“哎，对，现场就很多人惊讶，那它钻石一踩到地不就撸到吗？”那意大利人就跟我说：“不会踩到地板，因为我们这个只会踩在地毯上面。”是不是？所以对，因为正式场合的话，对我觉得这样搭配其实蛮亮，好对。那小超，你的任务就出现了，来，请选择。我。其实他刚刚已经讲了，其实我挑了一个你蛮好搭的黑色，是下面的。黑色你都很好配。哦。或你想挑个亮色也可以。嗯。那也蛮……啊，算了，你自己搭。对啊。我不要指使你。搭。是。哦。那这件真的好美哦。对啊，很美，而且很辣。这一件，对，这个红毯，是我选这套是因为它有那个媒体优势。是，而且这个品牌我觉得也蛮厉害，它是美国前五大的时尚高级时尚的定制礼服的品牌，所以非常多的好莱坞巨星都会挑他们的。对，对，那小曹嘞？我真不会。对，你要变成保全还是变成王子？就在一线之间，哦，真的一线之间，对不对？其实我还喜欢另外一件，趁小曹在跳的时候，我个人喜欢这个红色这个。哦，对，我刚刚也有想，可是因为红色在红毯上，对我知道被吃掉，对不对？可是你看它的剪裁，它是裤装，它是连身裤，超美的，对，很美哦。这个也有红毯优势。对，然后它有一个披肩，超美。哦，小曹，感觉小曹拿这一件就是想来跟我尬的，是不是？曹你再不挑好，我就要去换衣服了。好了，小曹选这个，那你的 inner 呢？你的衬衫或 T 恤，你会选哪一件？哎 ，sorry， 哎，我帮你拿。哎，谢谢。你会选哪一件？来给镜头看一下，现在曹大人选的这两个，是在他挑衣服的时间踢馆的。偷看老师，对，偷看我，白吗？白是不是有点奇怪？OK 啦，不错啦，算搭啦，算搭啦。但我建议，如果是这样搭的话，就里面可以开襟啊，可以稍微开一下，就不一定要搭住住。好，那但是我觉得评审还是要交给女生，因为是她是 follow 你嘛，你自己觉得呢？瑶瑶，鞋子呢？对，鞋子，这边有手工皮鞋跟那个球鞋。就这样子，穿白球鞋上红毯。真的蛮另类的，应该是金曲奖之类的。OK， 所以瑶瑶觉得给他几分，如果满分100分的话，就是感觉得出来这是一套年轻人搭配的衣服，有诚意啦，对不对？对。那大家觉得呢？几分？年轻男孩的衣服。所以你愿意跟他走在一起吗？这样子？就是愿意跟他走在一起，可我怕跟他走在一起显得我太成熟。是哈，你看。No. 你这样对女生就没有那么贴心。对啦，所以我觉得小曹如果单穿这样子其实是不错的。嗯，哦，那我自己可是还是有呼应到一些啦。好啦，你给个分数啦。你看至少我这边还有稍微呼应到有花，然后颜好了，颜色也还可以。OK、有60分吗？70分，哦，掌声，掌声，掌声，鼓励一下。
小曹七十分。那我顺便介绍一下好了，这一件其实就跟我身上这件一样啊、哦，它是这几年，它原本是英国在1926年创立的品牌、嗯，最早是给这个剑桥大学跟牛津大学他们做斜纹领带，还有一些社团的衣服、嗯。但这几年非常的红，是因为大卫贝克汉啊，他参与了设计、嗯，所以里面有非常多这种英伦风格的元素在里面。哦，所以我觉得很酷，对，那里面的这个是 United Arrows， 它是另外一个那个日本的选货店啊。那它出的这个，你看它这个领片啊，其实是非常适合在礼服或者是正装里面使用的。可是它用了麻质，哦，这个也比较少见，就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在台湾，嗯，我觉得很舒服。然后另外就是这个，它是运动裤的一个，它是西装裤的版型，但是是运动裤的质料啊。今年这样混搭 OK， 可是我觉得这一套说实在。红毯可能有点牵强，但时尚派对 OK，、嗯、是不是？嗯、好是，来，那反过来喽，很符合小曹的个性。现在第二题喽，第二题我要考的是反过来，好，瑶瑶要 follow 男生的穿着。好，假设有一天呢，小曹，小曹假设是瑶瑶的男朋友，交往了十年了，从来没有带他看过父母，终于要见父母了，第一次见父母，而且呢，父母是一个大家族。然后晚上有一个重要的聚餐，好，请问一下，你自己先决定你的衣服，你会先穿什么？然后你的女朋友才能决定。他就开始上面是上面，下面是下面。好，我帮打气一下 ，Melody 说，嗯，对，打气打气，因为 model 本身颜值高，无论穿什么都很帅气，也是啦，给小超100分。哦，掌声掌声，100分，感谢 Melody 吗？叫 Melody， 来自哪边？来自 FB。台湾这边。对。啊、哎 ，Melody， 你对 Melody 有什么话 ？Melody， 谢谢你。截图截图，赶快存档。OK。这样，哎，裤子可是哦，见父母穿这样。可能自己家人、啊。是是是，自己家人。哦，牛仔系列，来，我帮小曹拿一下。一个是牛仔的有口袋的那种工作裤版型，然后另外一个是 United Arrows 的 Poggy 的品牌啊、哦，它这里面有这个落肩的 T 恤，然后再来是一个牛仔衬衫，它把它变外套。好，那鞋子呢？鞋子，我想鞋子也没得选，就是那一双。这，哎，这一双我跟果然是运动员。对。好，好，那瑶瑶，哇，你这样选我也不能穿得太糟糕糟糕，可是毕竟是见父母第一次啦，可能还是要哦，好看，我觉得这两套都可以，嗯嗯嗯嗯嗯，对，好，哪一套呢？决定一下，嗯。这个好了，这个好。对，我是以剪裁来选择。哦，这个也是 Jasmine 的哈、哦嗯，那个定制礼服的。好，那请问这个小曹会给你的女伴瑶瑶几分呢？几分哦？哎，鞋子，瑶瑶鞋子会哪一个？其实我觉得那个鞋子里面有一个 Stella Luna 的。有几个好可爱、哦，简单一点，这个粉红色的、哦好可爱哦、搭起来，对，把它拿到前面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超可爱的，对，好可爱、哦，这样子是哈、哦，这样挺好的，挺好的哈、哦，来，我觉得小曹一副看不懂的样子，你觉得呢？80吧，80，满分几分？其实我满分几分？满分90，80分。你到底在讲什么？在讲什么？没有，满分180，啊，满分180，80分。我觉得其实有90分呢。哦、oh. ，对啊，因为他真的很 follow 你，他很努力 follow 你，我很努力了，尽量蓝色、白色、蓝色、白色，然后见家长剪裁不可以太，是，要保守一点点，对对，然后我再穿一个我自己想穿的鞋子。对啊，大家觉得几分？自己觉得漂亮。100分，你看，就是不会错。我们要女生就怎么样都要称赞她，你知道吗？好，那小曹，你为什么这样选？父母，你为什么这样选？我觉得见父母就最轻松，然后就是做真实的自己就对了，不需要太重。嗯，好好好，酷，来，我们掌声一下好不好？这样子，瑶瑶还是略胜一筹了哈。对，那皮鞋这边有一些小曹没有选到的皮鞋，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这皮鞋好酷哦，这皮鞋真的很酷，我觉得男生哈。你们一辈子可以
要有没有女人不能啊，你还是要有啊。但是好的皮鞋也是要的。这一款呢，它是完全手工渲染的哦。那它是来自意大利，对不对？意大利的品牌啊，法国，对不起，法国的品牌，西班牙的制造。所以它所有的鞋子，它渲染都是手工一层一层渲染上去的。它原本那个鞋子的基底是白色的哦。所以它渲染上去以后，它的层次会有那种晕染，像艺术品一样的效果。哇，看得懂吗？你会喜欢哪一个颜色？这里面有那么多，红色。哎，你喜欢这个哦？对，我自己蛮喜欢红色。我也是喜欢这一款。那乔装，你帮我拿那个蓝吗？那个也好，雕花鞋。对，雕花这个也蛮特别的。对，这个雕花，这个有这个鳄鱼鸭纹，鳄鱼皮嘛，这个是鳄鱼皮嘛，对不对？鳄鱼皮是真的哦，这是真的鳄鱼皮，对啊，很酷哦，好漂亮哦。还有一个是一体成型的哦，是那个黑色的那个。是杨志杰 FB 的粉丝杨志杰说用你一样可爱。是啊，他一直都很可爱，我今天深刻感受到了。今天是这一整块皮革去做这个缝制的啊，所以我觉得顶级的鞋子，女生哦，女生其实会看男生简单穿着没有关系，可是她会先从鞋子开始看，你这个人干不干净，对不对？对，小巧思，小地方，所以记得吗，小草？哦。哎，你鞋子也很干净啊，很白啊，很白很白。来来来，好好好，那小张帮我放一下。对，这边都这些好漂亮的东西哦。所以这边的东西大部分我们都介绍完了嘛。哦，还有这个饰品，来，我们回来做好了，比较好聊。这边就是刚刚讲的钻石，一样哈。好美哦。考考小曹好了，你要送给这个瑶瑶的话，你会选哪一款款式？你是说？对，选一个。假设瑶瑶生日，就手链一个，项链一个，耳环一个，戒指一个。哦，好，你会选什么？手链的话，这个吧，简约风。要拿起来吗？都可以，都可以。这一条简约的。对，瑶瑶喜欢吗？喜欢。哎呦，不错哦，中喽。对，就是我平常会戴的，简单小小的。戒指呢？戒指的话，这一个吧。哦，玫瑰金的哦，这么特别。对，他可能不知道玫瑰金是什么。你知道什么是玫瑰金吗？我只要颜色。是小梅说好美的钻石啊，很漂亮哈。嗯，玫瑰金。那瑶瑶自己呢？这里面如果耳环，耳环我自己挑吗？嗯，其实我蛮喜欢珍珠。哦，珍珠优雅哎。其实我觉得瑶瑶真的很适合优雅 elegant 的东西哦，好美哦。是这样。哎，女生戴你就要赶快称赞，超美，超美！你要记得这是一个 gentleman 的表现 ，OK， 好吗？好 ，OK 啊。那我们懂了啊，终于懂小曹的内心世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点小游戏了。我觉得身为时尚节目，不是只有外表而已，品味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品味的测试。好，那之前有看过我们节目就知道，我们品味测试会。有一点真假难辨。我们第一题呢，我们今天有准备两题。第一题是这个，香水，就是有一个是非常顶级、非常高级的香水。那另外一个香水呢，我不能透露它的来源是什么。好，就是、然后我们要戴上眼罩。哇，这好难哦！我们要戴上眼罩来。香水好难哦，我们自己戴吗？我对香水自己戴啊、哦。来，你们选眼罩，我们不能看，用工作人员要喷。小张，你选。这个好。谢谢，跟本公主一样美丽。好，来，然后戴着以后就到时候要做表情哦。来，好，都戴了吗？嗯，还没，看得到吗？不能看得到。哎，我头发刘海会乱掉，等一下工作人员帮我一下。OK 吗 ？OK。好，第一次盲眼主持哎。好，我们现在工作人员要喷这个味道啊，都好了是不是？等一下，老师怎么把你们搬弄一下？来来，谁帮我弄一下？哦、OK， 好，那我们先喷 A 罐，好不好？来，喷。好 ，A 罐。嗯。哦，我知道这是什么味道哎。做表情哦。啊，做表情。来，小曹先做，小曹先做。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OK， 好，先不能讲。好，这个先散掉一下好不好？要不然怎么品第二个啊？好，好吧，那第二个近一点。近一点。嗯。
有 okay. 我知道了。小超没问到，有闻到吗？小超。哦好，对镜头做表情。嗯、好，来，我先好了。好，先你可以拿掉吗？还是带着、嗯？没有，还带着带着。好，来，瑶瑶做表情，来，瑶瑶请。好，嗯、小超来做个表情，闻到这个的感想。OK， 好，那我们还不能把眼罩拆掉哦。好，可以了啊、哦。好，那拆掉。先猜，嗯，好，先猜，好 ，OK， 哇，光明，好，请问，刚刚有 A 嘛？第一个是 A， 第二个是 B， 你觉得高级香水是哪一个 ？B，B，B，A 是不是明星花露水 ？A， 这个是 A， 这个是 A， 答对了，哎、欸，大家给瑶瑶掌声一下好不好？瑶瑶，你为什么知道它是明星花露水？因为我会拿来擦，就是有的时候水母咬啊、蚊子咬，以前妈妈都会拿那个给我擦，所以这个味道太熟悉了。这个就是我们在夜市买的明星花露水，所以 B 当然就是我们的高级香水，甜甜的。B 呢是 Marc Jacobs 的这个顶级香水，它就是甜甜的味道。对，它的发想来自那个《大亨小传》里的女主角，所以它有那种淡香，就是很迷人的清清的淡淡的味道。男生应该都蛮喜欢这种。所以小超，你真的闻得出来吗？我怀疑耶，闻得出来。为什么？为什么？我，应该说我闻过类似像这种味道的香水。哦，就是也是有牌子的，有牌子的。哎，你不要这样，明星花露水也是有牌子的好吗？而且它有历史哎。好棒。好啦，第二题，我们第二题要尝品尝 cheese。OK。用一个汤匙放 cheese， 然后一个 cheese 是顶级 cheese， 一个 cheese 是不能讲。就是你们来猜，我们一样把眼罩戴起来好不好？好，请工作人员准备一下喽。来，我们先戴啊。来，我们先喂 A 哦，哈。先帮老师弄头发。来啊，对不起哦，我刘海比较麻烦一点。好，可以哈。好，来一个喂哦，镜头一个 take 哈。然后我们吃了以后就做表情哦。嗯。好，现在是 A 嘛，哈。好，老师先。然后第二个换瑶瑶。今天让我做表情，你好。好，瑶瑶。这边。瑶瑶吃完做表情哦。大家可以猜，因为这个你们也看没有看到嘛，所以你们也可以猜一下我们的表情。好。好，再来小超。小超吃。怎么了？怎么了？谁可以告诉我？我现在只能听广播。OK， 好，都吃了嘛？好，现在是 B， 来 B 请。好，帮老师做表情。好，瑶瑶，这边，这很明显哎，谁准备的？好，小超，小超有障碍。好好好，哦，压的，哎呦，好萌哦。好啦，都吃完了哦。那我们都可以把眼罩拿下来了。请问一下，你觉得高级曲式是哪一个 ？A 跟 B？A。A 是吧？是，太简单了嘛。A 哦，有乳酪王子之称，法国高原产的薄薄乳酪，掌声一下，我们都猜对了。B 感觉就平常我们家里会买的，吃到。B 就是早餐店会用的 cheese， 这太简单了啦，这个很明显。对，所以表示我们其实基本上品味都不错。那所有粉丝你们应该知道了，就是小潮虽然外表看起来就是有点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但其实它的品味是很高的，是很好的，是吧？哈，还没结束哦，我们还要再测三个东西，就是用照片来测。哇，这就难了。这个照片测哈，瑶瑶帮我拿一个好了，好，然后我请小超，没关系，我们用手拿来。这个第一个，来，好，第一个我们猜照片啊，这里面呢，我先讲，因为我知道题目了，我知道答案。这里面有一个的作品呢，是这个
路易威登，就是 LV 的旅游书里面请到的摄影大师他的作品。那另外一个是素人的作品，哎，大家也可以猜一下，现场应该都不知道。好，我们讲这个是 A 好了，瑶瑶手上的是 B， 哪一个是真机？哪一个是 LV 里面刊登的？来，我觉得这是瑶瑶觉得，小曹也觉得这个。为什么？来，现场觉得呢？有 A 的吗？还是有 B 的举手？我觉得是 A 的举手。C 的举手A 的多一点了，好，恭喜瑶瑶跟小曹答对了，掌声一下。这个真的有品味，因为他的，你觉得原因是什么？来，瑶瑶，就是他整个色调的那个感觉，然后因为这个看起来他的不是因为这个的构图，然后加上我觉得他这是从车子里面拍的吧，这是从车子里面拍的，因为他那个玻璃有看到有影子，对，所以我是用这个去判断。是你拍的吗？我拍的，我拍的。我可是我觉得瑶瑶真的很厉害，因为真的，我在巴黎的时候，我从车子里面拍的，就是一瞬间我觉得很美，我就把它拍下来。可是至少也有现场一些粉丝，不是粉丝啊，我们工作人员知道了。这感觉比较像我设计过的。你觉得嘞？我觉得他的，你不要学瑶瑶的话，我跟你讲。我觉得他的视角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哦。对，然后他好会讲哦，他重点又有抓到，然后还有黑白。你会不会摄影啊？我平常有在玩吗？也是没玩，我很想玩。OK， 好。但你有品味。来，第二题。我们往右边，对，好，现在有两个棒球手套，有一个棒球手套是爱马仕的棒球手套，价值是什么？价值42万元台币，所以等于人民币大概要89万。好，哪一个是爱马仕的手套？哇，这个也太难猜了吧。嗯，现场也可以猜哦。 FB 的粉丝，这个是 A， 这个是 B。FB 的粉丝米香说他比较喜欢 A， 老师拍的也很好。谢谢谢谢米香，我爱你。OK， 好，来，小曹觉得 A 跟 B， A， 你觉得 A 是爱马仕的手套，瑶瑶呢？我猜这个，为什么选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小曹基本上也是一个厉害的选手来的，是吧？嗯。瑶瑶觉得呢？我猜的啦。B。因为我对棒球手套真的没有概念。对啊，这个女生就，所以我们今天讲跟着另一半时尚嘛，女生到这个就有点昏倒了。对啊，现场所有的美女们，你们觉得 A 跟 B 哪一个是爱马仕 ？A， 只有你是 B 的，怎么办？为什么？好，正确答案 A。A， 来，我们给小曹一点掌声。好，那我要听听小曹啦。来，曹大师，请解析为什么是 A。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戴过的手套都是爱马仕的，都是长得像 B， 是不是？那正好像我从小到大戴的都是这一种的。哦，对，懂懂懂。所以不会有人拿爱马仕的手套拿来传接球，拿来自己用，太贵，没有。对，一次就是。它的皮革其实跟一般皮革有差别，它很饱满哦，看起来是。好像做那个工艺啊，包包的感觉就很有质感。好，第三题，有两个七龙珠的这个漫画，有一个漫画，有一幅啊，是七龙珠的这个漫画作者鸟山明本人的真迹，那另外一幅是素人画的，来，哪一个是素人，哪一个是真迹？这是 A， 这是 B， 来，观众也可以猜，你们也可以猜。这个也太难了吧？来，小曹觉得。这是 A， 这个是 B， 我觉得是这个是鸟山明，这个，我觉得伟伟觉得，我觉得他，你觉得这个是真机？我也觉得是这个。现场美女们全部都，工作人员全部都觉得是 B， 小曹嘞，我也觉得是 B 哈，谢谢你们答错了，鸟山明是 A， 好，你们觉得为什么是这个？比较细，比较像漫画。不知道哎，真机。尽量称赞，尽量称赞，尽量称赞。这个吗？对。我觉得我可能被他那个误导了。什么误导？就
所以他这是看得出来他是一张在纸上画的，对，这个看不出来在纸上画、然后想要真机那可能是纸上、OK 你看到那个纸痕对不 对, 对，小曹呢，我其实是看他看到苹果动作就是因为他画那个漫画他需要画剧情嘛，流畅性，所以会有一点故事的感觉，但这个感觉就是游客拍照的、那个、游客拍照视角，对，所以就很像平常，其实你们分析的都有道理啦，可是这一幅是真的鸟山明的，只是我们把他的签名呢删掉了，因为这是他画在那个签名板上面的、所以可能是给粉丝收集啊之类的。那另外一幅，这好多陷阱哦，另外一幅呢其实是小弟本人的画，而且等一下我还没讲完，我现在还没有讲完，而且是我国中二年级画的，我是上个月才从那个我家里的柜子里找到，我想说哇这谁画那么厉害，就一揉眼睛是我画的，因为我很爱画画啦，对啊，好啦，所以今天哎不错啦，大家还是有猜对一些品味的那个，我觉得整个内涵还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一个part， 我们要跟粉丝互动一下好不好，我们移到那个餐桌的地方，我们现在把所有时间还给我们的粉丝，今天这里啊、真的很大很漂亮，哇好棒哦，而且这边呢、其实那个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些很餐点，有吃的耶，对对对，瑶瑶请坐请坐，我们要粉丝肚子饿了，晚餐时间到了，对，刚刚瑶瑶跟我聊说她其实是美食家对不对，没有，我只是爱吃而已，我不是美食家，我只是很爱吃东西，今天因为这边都是那个 S Hotel 她准备精心准备的这个餐点，看起来就所以像有这个的话是甜点，它是芒果跟米牛奶还有海藻一起做的、当季水果，对，有点像米布丁的感觉，然后这一个也很厉害，这个它是海胆跟茴香慕斯还有乌鱼子跟苹果沙拉，海胆，哇塞，我们一听海胆受不了，对，然后这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那个粉丝的问题好了，来大家可以品尝啊，可以先吃，一边吃一边聊，我来，现在有一个叫李什么李凤玲小姐是不是，瑶瑶私下喜欢穿比较休闲的感觉吗，对，我私底下都是 T 恤牛仔裤居多，我很喜欢比较休闲的东西，就像今天这样对不对，对，就是还是说今天已经算比较隆重，今天还算正式一点的下半身，就还是穿着高跟鞋，平常的话就是我比较喜欢穿球鞋平底鞋这样子，那你有没有什么小诀窍，因为我知道很多女生可能也很羡慕你的穿搭嘛，她会觉得说娇小女生到底要怎么穿看起来比例会好，娇小女生哦、其实我也还在努力研究当中，因为我的身形又是比较属于圆身比较肉肉的，其实娇小的扁身就会很好穿衣服、但圆身真的要挑，就是我会尽量找有腰身的，是，然后高腰的，是，然后夏天短裤的话尽量能短就短，哦，这个很重要，就是让 腿的曲线多一点，腿的曲线多一点，然后当然还自己要健身这件事情也很重要，然后我很喜欢穿长洋装或 one piece 连身的那种东西、看起来也会让自己的比例比较修长，对，因为他把腰身做出来，对，然后尽量花色跟东西不要把你的身体有截断的感觉，厉害哦，然后可能像条纹我可能就不会选择是横条纹，就尽量是直条纹，那个视觉感上面也会变得显比较拉长，平常一定有看佑群老师教学来开玩笑OK， 除了这两个餐点啊，其实我们今天还特别请那个 S Hotel 帮我们精心准备了一道我觉得非常厉害的，这边有写它是龙虾意大利面对不对，哇，那我们现在要把龙虾意大利面端出场了，哇，大家掌声一下好不好，哇哇，来，那个是 cheese 吗，这个就是我们的帕马斯起司轮，那个是 cheese， oh my god， 两年熟成的帕马斯，两年熟成哦，这个不能骗我们哦，真的是两年熟成哦，我们刚刚起司都有在听我讲话吗？我们刚刚起司都已经那个猜对了、他先用那个是什么酒？白兰地酒。哦，这个是桌边服务、你看多好。我们直播节目好不好？好，一边吃饭还可以一边聊天，超好的。所以呢，所以会有什么？它是用热的白兰地去融化表面，对，然后大家再刮起，然后再跟面一起。哇哦！粉丝王心太丰盛了，对啊，这都是 S Hotel 里面会有的餐点，对不对，所以大家有机会来啊，特别是很多内地的朋友啊，你们如果来台湾
其实可以来看看，好棒哦！哎、欸，瑶瑶可以来看，小超也可以来看一下。所以你现在在干什么？我现在把多余的酒捞出来。哦。然后捞出来之后，这就刮 cheese。哦，刮 cheese。哇，好香哦。哦。好香哦。这个 cheese 太厉害了吧！现场大家应该都很饿哦，没问题，等一下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我跟大家讲，其实今天中午我已经吃过了，我中午就在楼下吃，就吃这一道。你其实要多还少？越多越好，这整个都可以给我带回家。自己来。没有啦，就多就看你啦，觉得适中就可以。适中质量，七十多了。有时候太腻也不好。哦，这就是意大利面，对不对？是的。哇哇，真的是。很尴尬，嗯，意大利说好享受、哦。对啊，小超平常有哇吃饭有这么丰盛过吗？对，直接这样办。我吗？没有，没有哎、欸，没有。那平常都怎么解决啊？你的三餐？我喜欢吃路边摊。哦，好亲民哦。对，所以你以前打球也是吗？路边摊便当。哦，便当。对，所以现在拍戏呢也是便当都便当。便当啊，瑶瑶嘞。我便当跟自己家是你愛美食、啊、自己做吗？自己做，然后也会就是去外面吃好吃的。我有很多就是名单这样子。真的？那下次跟你请教一下。好，丢一些名单给我。可以，各国料理都有。太棒了！看身材就知道我爱吃。不会不会，看身材是知道哇，这种保养这么好，还吃那么好，这一定要问瑶瑶。我爱吃群报道，我们陈灵珠说。哦，我好，你说什么？陈灵珠。哦，灵珠说我爱吃群报道店的。哦，我的社团的朋友，林珠你好，这样子吃哦，好厉害哦，好，所以你等下盛盘嘛，对不 对？好啦，那我们先回座位好了，我们看一下粉丝的那个问题，应该有很多粉丝想要问一些瑶瑶啊、小超很多问题。好，对，我好喜欢瑶瑶爱吃也很懂吃，这边有人写，瑶瑶我爱你，嗯 ，Sun Love。对，直接告白就对了。对，直接告白，引诱犯罪。小曹吃的很香。哎，没有人有问题，全部在 follow 我们就对了。对对，真的哦。S Hotel 在哪？餐点的价位？对不起哦，这个请你们自己上网查。上网 Google 一下就有了。嗯，然后起司看起来有厉害，有表瑶瑶表情哦。哇！掌声，掌声。那个小曹，来，你先啊，不对 ，Lady First， 我们先请瑶瑶。嗯，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来个特别，那个讲一下口感。好啊。吃完讲口感好不好？哎，这都是我爱的东西。它有龙虾，对不对？还有什么？龙虾 cheese， 番茄 cheese， 这几个为主轴，对不对？是的。哇哦。我看起来瑶是真的很懂吃哎，嗯，很香哎。是林建源说，嗯，粉丝有没有口福？你们如果等一下我们结束后你刚好在附近的话，跟我们联络一下。来，瑶瑶请叙述口感。嗯，酒味有点重。酒味有点重。嗯嗯，好吃哎，它其实好浓哦，好喜欢哦。棒哦、嗯，瑶瑶平常会煮菜吗？会吗？嗯，因为我自己很爱吃，然后就是会自己做，然后我也很爱吃 cheese， 就我看到 cheese 会疯掉的那一种、嗯。对，好，来，我觉得很厉害，它的那个就是它的板地跟 cheese 味没有强调龙虾的味道，嗯，龙虾的鲜味还是有在，龙虾还是主角，对不对？对，龙虾还是主角。是，好来，小超来。哦，请说口感。非常 Q， 非常弹。哦，很香啊，其实真的非常香啊。嗯，好弱。我跟你讲，你这个评论非常像是那个新闻台哦，他突然找一个关那个路边有没有正在吃饭的阿伯，他就这样回答。哦，很 Q， 很香，很弹。对，因为这三个形容词每一个食物几乎都通用。OK， 我吃一口看看。
其实我中午有吃过，但是不同的人料理。王新部说看舒瑶吃东西好享受。哦，真的，嗯，很好吃哎。嗯，像刚滴下酒味，我有吓一跳，因为其实我平常不喝酒。对，酒味有一点重。嗯，但是先吓一跳，但是第二口后还好，对。好好吃哦，我已经吃好几口。哇，这个好好吃哦。的感觉哈，是一个就是千年一见的龙虾，嗯，它在深海里面自由翱翔的某一天，突然呢就被这个帕马森起司包覆住了，嗯，是不是这种感觉？哎，你们觉得谁的口感讲的比较好？没人下跪，小曹，瑶瑶，瑶瑶，好啦，瑶瑶，掌声，掌声。那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朋友有问题的，啊，来，有没有？刚刚有些人呢，我们还没回答嘛，就是有一位 PYT Chang，嗯，想问瑶瑶如何保养肌肤？保养哦，嗯，有什么小诀窍？嗯，因为我今天近看，我觉得你的肤质好好。嗯，但我最近因为有为了去电影去海边哦，所以肤况没有那么好。嗯，那平常保养的话，我其实各方面都会注重，不管是在保养品的选择上，然后还有饮食，其实各方面我都会注意。有没有忌口的？我本身没有那么爱吃炸的东西，哦，所以炸物其实尽量避免，因为炸很容易让你上火。嗯，对，然后就是尽量清淡为主，因为有人吃辣也会有过敏反应，嗯，就是各种不要太刺激的东西。嗯，然后在保养品的选择上，我基本上都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清洁很重要，嗯，因为其实现在外面空气真的到世界各地其实空气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在都市里面嘛，有车有什么的，嗯，对，然后所以清洁我也会很注重，然后保养就是尽量简单，就化妆水，然后有的时候就擦个乳液，对，所以你保养流程其实是蛮简单的，我尽量都三瓶以内搞定哦，对。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听听瑶瑶的，有时候我觉得保养程序简化，但是作息跟饮食反而是重点，作息跟饮食蛮重要的，嗯，还有运动，运动的话会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那会，嗯，也可以消水肿，让你的代谢变得比较好，嗯，对。然后夏天的话就是防晒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嗯，对，防晒你会怎么做？防晒我就是尽量就是帽子，然后有时候会戴着口罩，然后尽量可能有长袖的，嗯，我就会穿长袖的，全身包覆住就对了。嗯，就是尽量能包的地方就包啦，然后会小罩衫啊，其实夏天也好用，是是或者是阳伞，然后防晒一定会擦。最近有一个那个网络有流传一个图片，你有看吗？就是一个老外测试防晒乳，有没有？嗯，他躺在这个海边，然后背部全裸，嗯，然后呢把所有的防晒乳一罐一罐，他切成几十个几十个格子，然后去测试。哇。我没有看到，没有看到，很惊喜，很厉害。我跟你讲，最后第一名的防晒乳，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胶带，啊，胶带的地方呢，完全遮住了，那个是完全密合，所以其实完全遮隔阂是最好的方式啦。对对对，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去测试。哦，郭笑花，这是他的名字吗？郭笑花问小曹食量大吗？我觉得以前如果有运动，应该食量蛮大的。其实我虽然有运动，但我的食量是比较像就跟一般人差不多，没有说因为运动量大而吃比较多。嗯，我的队友都非常会吃，但我就还好。对啊，是哦，所以平常就很简单，便当。对，然后再来就是什么？你刚刚讲就简单的路边摊那种。嗯，然后上面是上面，下面是下面，就是都很简单，就对。简单。哦，你的生活看得出来，其实就很 simple 哦。好，还有没有什么有问题的？哎，哦，曹佑宁除了棒球之外，还喜欢什么运动？最近有篮球，你会看篮球吗？那个冠军赛，我只看冠军赛啊！你只看冠军赛，我好现实哦。因为我篮球对篮球没有太大的兴趣，就是从小没有养成看篮球的习惯。哦，对，真的哦。Ginny Lin 说小曹很安静，不太说话。Ginny Lin，欸，你们看到的小曹已经是他进步很多的小曹，他话已经算多了，真的。我跟他拍戏三个半月，他真的现在话很多了。那米香有问，拍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
很多哎、欸，我们拍戏的时候状况很多，因为其实，在我们剧里面，《人际关系事务所》这部戏里面，我们的剧情跟一般偶像剧不太一样。对，我们不是走那种什么太浪漫爱情的那种感觉，我们是亲情、爱情、友情各方面，就是你在人际关系上面会遇到的问题，这我们在戏里面都会有。有意思。对，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比人生还夸张的一些事情，在戏里面有，包括我们要跳楼啊、要跳河啊这种翻船的戏，在剧里都有。对，然后有趣的是小曹，我以为运动员胆子其实蛮应该都蛮大的，结果嘞，他胆子他冷笑了一声，他胆子大概跟我人一样娇小吧，真的哦，对啊，我有点怕，会怕高了、啊，所以有跳跃之类的动作，是不是？就是有跳楼的戏啊，哇，好酷哦，很期待哈、哦，所以大家应该很期待下礼拜三，这个爱奇艺台湾站，台湾还有台视。还有这个东森，东森综合台都会播出，大家一定要上去看。嗯，好，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三个问一下，瑶瑶一天吃几餐？就是我只要想吃的时候我就吃，所以我基本上没有算我吃几餐。哦，对，哦、你看大家这个声音，哦，好羡慕哦。小曹嘞？我吗？嗯，我一天就正常吃。正常吃对啊，两位都是驻颜有术是吧？哎，小曹才二十四岁啊，真的好羡慕你哦，很青春。你二十八而已嘛，是我就是24岁而已，还好。我们再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好不好？来，这个瑶瑶或者小曹来选，看有没有人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对啊，看看。或者是刚刚有人记下来的问题，有人问小曹说如何纾解压力？对，压力大的时候，那先问你啊，你什么时候压力会大？你是拍戏压力比较大，还是打球压力比较大？其实两个压力都大，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放松的方式是放空，像现在这样，我所以他无时无刻都在放空。不是啊，我觉得人。一起床然后开始工作，开始接收讯息，到你要睡觉前其实是会有很多讯息在你脑袋里面运转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睡觉前花个10分钟也好，就是就完全不要想事情，然后放空。真的对，我觉得这很重要。真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感触的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一直看手机、可是睡觉前你看手机真的会影响睡眠，会，所以我是建议睡觉前10分钟20分钟就放下来了，除非看又见为时尚，或人际关系事务所，好不好？好啦，那今天很开心哦，就是我们请到了瑶瑶还有小曹来上我们的又见为时尚，大家再一次热烈掌声好吗？我们很希望下个礼拜这个人际关系事务所播出收视一路长虹，好不好啊？谢谢。好，那也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还有继续支持那个小曹跟瑶瑶，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好好吃。